者肖雨涵台北报道，目前正在服兵役的吴正迪当兵前接演的中式电视电影《宅急便》今举办首映记者会，他与导演郎祖筠以及演员朱露豪、林嘉丽等一同出席。剧中演出遭霸凌的物流室，他透露经常走不出阴郁情绪，连寒流天只穿短袖也不觉得冷。吴正迪回忆，某天凌晨四点收工后，开车到加油站加油，被加油站人员惊讶询问：“你不冷吗？”他才意识到自己寒流天穿着短袖，车内冷气也开很强。他解释太过沉浸在剧情中，完全忘了冷这件事。才刚说完，立刻被笑说店员可能以为你不是人。而朱露豪和林嘉丽两人则因相识许久，拍起亲密戏相当害羞，异常要他摸林嘉丽的大腿的戏迟迟不敢深入，让郎祖筠看不下去，要他放松点。他说拍这部戏有很多是我人生以来第一次碰到，像是演尸体，说真的还不好演。宅急便首映记者会单程举左起，林嘉丽、导演郎祖筠、吴正迪、朱露豪，记者吴顺祥社。宅急便首映记者会，林嘉丽左，朱露豪挑战亲密戏。记者吴顺祥社。宅急便首映记者会，吴允翰左起，吴正迪、陈长伟、陈俊佳。记者吴顺祥社。